到底有还是没有那种有啦，你再给我讲脏话。我这个总是讲。Thank you.
哥腿，来啊，哥腿。来，我们准备出来干一种，来来过。你怎么干这个？你哪弄丢了？来，我们准备出来点香菠萝啦，哥腿啦。就要再次的进黄金牌楼了，然后这之后呢就会天在暗龙，然后在明天算是明天吧凌晨的时候呢2点就会出发，那我们就要准备送王顺风相送，然后就是来帮大家记录一下今天非常嗨哦。对，今天周末现场超级多人，我完全光是找停车位找到快崩溃。好，那今天王船呢其实从中午就出发了，然后现在呢要准备要进牌楼了，所以去找个好位置来帮大家记录。哇，你想到几台对啊？哇，历史性的一刻，3年1刻的王船现在要回到东龙宫了。哇！哇！王船！
在正在剪辑今天中午跟下午的片段，然后希望能够给大家第一手的快剪资讯，而且还在冰箱上面，然后非常困难的状态，请大家多多支持舅舅的影片、狂人舅舅的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还有今天，哎，不是，已经是明天的凌晨2点，我们还要一起去上楼，所以呢，舅舅会尽量帮大家进入东港银网，那请大家继续期待东港银网平安记的全记录。